这个人不仅小脑有问题，他的方向感好像也有点问题。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八号海之鱼啊。接下来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 "Don't drop the cake"， 不要让蛋糕掉在地上。如果掉在地上，你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。但目前还是个试玩版啊。哦，还有难度选择。现往剑的高手一定是 hard 模式，WASD 是上下左右，然后鼠标左右是保持蛋糕的平稳。OK。哦哟，这不是很容易的吗？我就掉地上了，怎么样？啊？就这儿，蛋糕掉地上。我以为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，就这儿。哇，这个场景我突然想到了 PT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场景我感觉有点像 PT 啊。哦，就这儿。开门。OK。哇，无限循环。谁订的蛋糕啊？你看这个房，我知道了，他利用场景来吓你，然后让你手抖，把蛋糕掉地上，你就失败了，对吧？但是像我这样的高手是不可能的。你看我宁愿慢慢走。这个人的小脑是不是不好啊？捧个蛋糕手都不稳的吗？还有什么东西能吓得倒我吗？不可能的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小心！好，我感觉这个人小脑有问题，捧个蛋糕都捧不好。哦，有人敲门。Hello，是你吗？这门封着的，谁敲的门？能不能来点高能啊？就这儿，不可怕呀。So easy，房间终于不一样喽！我的，不是这个东西能吓得倒我吗？这个人不仅小脑有问题，他的方向感好像也有点问题。我的佛！刚刚那个着实有点可怕啊！哎呦我去，这怎么这么黑呀？不是，这也太黑！哦，独木桥！哦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，这什么？这个独木桥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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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哦呦，这个独木桥！哦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得保持平衡。这个独木桥好像有点难度。不要慌！Easy！天上到时候会不会掉下什么人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哎呦，被我说中了！但是掉下个人也还好啊，也吓不到啊。除了那只手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。OK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呦啊，差点！easy 的嘛，easy。我还能走回去吗？要不走回去？哎呦，算了，哈哈，我才不走呢。又这么黑，哦，这前面有个箭头是什么意思？是您点的蛋糕吗，花男？是你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？哎，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？Hello？我被一朵花给吃掉了。
是你订的蛋糕是吗？哎，哦，我死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看来不是。哦，那我得躲避这个花男啊。那旁边有道门。哦，这门能关吗？他怎么追着我呀？哦，F 是锁门。哦，锁门。OK。哦，他门进他进不来了。OK。哎，不是吧，我得这样躲避他吗？我跟着箭头走看看。哦，我只要不被他抓住就行了。那这里的房间是干嘛的？哦，每个房间好像都有按钮。啊，我得打开什么？哦，天哪，那我还得回去。这里是花花世界，走。哎呀，我开了三扇门，哦，还有三个。哎，花男在这里，往回走。哎。等一下，哦呦，我听到他声音了，我倒着走。我去，他在跟着我。我去，这还有啥门？锁门。OK。哇。OK， 还差两个。先把门关了啊。OK。花朵办公室。它这个场景有点像梦河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个真的又好看又怪异。哎，这里没走过。这画是用 AI 做的吧 ？OK， 最后一扇门在这里。Oh yeah。哦 ，OK， 开门了，走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喽。哦吼，前面有一道门是不能走的吗？感觉很不妙啊。主人，您的蛋糕来了，主人，前面是死路啊。后退后退，我去，这什么？哎，喂，哎，我的，哦，这什么？啊，他这个场景怎么会变的？你快一点！我去，场景变化。快 OK 哎呦啊，这是来到新地方了吗？这几楼啊？二楼啊。诶 What the 这什么？小鼻嘎，绿色小鼻嘎。哦，蛋糕给你吃的，是你订的蛋糕啊。好，千辛万苦，哎，不给你吃，就不给你吃啊，就不给你吃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哦，他生气了，变异了。哎呦，我去，什么东西啊，刚刚？
哦，哈哈，结束了，试玩版玩完了。我觉得正式版出来之后，是不是可以玩一玩？我觉得还不错哦。